对于那些真正想要复婚、真的想对对方好了，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。不管怎么说啊，就是以前磕磕碰碰这么二十来年都过来了，通过分开以后也想到了你的好，然后呢我又想到了这个小孩，说我想就是说你为了给小孩一个完整的家吧，想和你复婚，希望你给我再一次机会。好，时间到，不做结论嘛，不做结果嘛，日子还很长嘛。其实我也相信，结婚二十多年，俩娃打断骨头连着筋呢。行了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哎，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请开门吧。